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秀》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2集的节目。我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地球崛起》系列Deluxe Class 的飞毛腿。目前推出这一波推出四个玩具呢，这个呢可以说是我最初的期待度是最高的一款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一个车型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呢，这个《地球崛起》因为都是标本来到地球之后的载具啊，所以在交通工具方面的话呢。确实过去的几款呢我觉得美型度都还不错啊，不管是这个千斤顶也好啊，或者是银霹雳啊，或者是这个烟雾来讲，我觉得都挺漂亮的。那么这一款的一个目前因为每一波吧四个玩具四个低级里头都会有一个是拼装的啊，那拼装那个可能我的个人比较不太喜欢，那相对应起来的话呢，这一款飞毛腿我的期待度是真的很高。我先看一下这个合会，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脸部要肌肉要这么用力，对不对？是因为最近看半泽直树的关系嘛，我觉得这个脸上的肌肉线条就完全不逊于里面的，不管是芥雅人还是这个大和田常务啊，你这个表情跟他们有得拼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再讲一下好了，它的说明书我突然发现它的说明书的话呢，比较小张，并没有很充分的一个篇幅，而且呢，在围城的时候呢，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围城系列里头的说明书呢，都会对武器的部分呢，还有身上的这些一些小装备啊什么的，会做一些补充的文字说明。但是在这个 Earthrise 里头呢，可以说就是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地出系列呢，确实各方面来说呢，平均来说还是输给围城的。那今天的这一款这个飞毛腿呢，除了我个人对它期待度比较高，想要先开来把玩之外呢，也是刚好有朋友留言到说呢，这个也是充值会员许愿到说能不能先拍这个，他想知道是不是一个新的模具。那其实呢我一开始也在想呢，它到底是不是新模具呢，是不是跟这个过去的 Sideswipe 啊是不是同模，结果发现并不是啊，原来它是跟之前呢我在地出给了一个非常高分的千斤顶，他们两个呢是一个小改模。但是呢我对千斤顶的评价很高，对这款的话呢就不见那么高了，主要还是来自于什么呢，他胸口这个还有手臂这个，尤其是胸口，你看到没有，这个色差非常的严重，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柔和的一个鹅黄色，但是这个胸口这一块呢，因为是涂装涂上去的，就变成一个像是柠檬黄一样的感觉哦，非常非常的显眼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戏，你看到没有，你怎么样呢都没有办法去回避掉这么亮的一个黄色，黄色也是分很多种，你这么高调的搞黄色，难怪人家觉得你很显眼嘛，对不对？那这个玩具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比较无言的是它这个武器的部分啊，它这个武器的话呢是一个银色的，这个它这个武器的话是拿在手上就很奇怪啊，第一这个握柄的话呢感觉不是很长啊，就是很容易去蹭掉啊，蛮奇怪的。那你说放在手臂的侧边的话呢也是有点怪，因为我不记得飞毛腿有这个一个设计，而且在旧的经典模具呢这个都是可以折下来的，它这个背包的话是完全没有这个银色的这个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机关，那导致说拿在手上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不伦不类，那干脆放在后面直接当它是个背包好了，我觉得我的接受度还高一点，反正你后面有个洞嘛，就干脆把它给接起来。那这个两个家伙的话呢改变在哪里呢，在它的一个手臂的变形不一样，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飞毛腿的轮胎在肩膀上，但是呢 Wheeljack 的轮胎呢是在下面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在变形的时候呢只有这个手部呢有没有向上下翻转180度，千斤顶的这个上臂呢是移到车尾，然后这个到车子的侧边，而这个飞毛腿则是反过来，它要先旋转180度之后呢把下臂呢放到车尾，然后这个轮胎呢放到车子的一个侧边，只有这个地方不同啊，其他的位置的话呢可能就是像这个千斤顶的这边啊，这里有一块补足这个前面挡风玻璃的一个小块的零件，以及千斤顶的话呢是后面不需要再多做一个脚后跟的一个零件，那这个的话呢这个飞毛腿的话呢只是这个地方啊它就没有多一块需要折进去的零件，以及它的一个脚后跟这一块部件啊是有多做出来的这个地方。 OK， 你如果这一块没有翻出来的话呢，它的人物站立性呢将会有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扣分点，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基本上呢也还算过得去吧，就是一个标准低级的一个可动了啊。头雕倒是挺漂亮的，我是喜欢露脸的一个造型。手臂平举啊，而且
虽然说肩膀上呢有突出造型，但是并不会敲到头部。上下的话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搓动，360度的旋转，手臂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到约90度啊，拳头内部这里有个空洞，拳头无法转，只能够往内缩进来，比较可惜啊，只要往前往后踢。那我顺便提一下好了，我这一款出拿到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一侧，哎，好像是这一侧，它紧到完全掰不动，上细又一样掰不动，后来是很小心的用力 OK，很小心的用力啊，就是用就是用一套非常特殊的掌法呢，这样子把它给转上来。我听到咔的一声，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断掉，但是不知道。总而言之呢，它现在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是一样，有一侧就是非常的紧，然后内部的这个空洞啊，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因为是黄色，所以感觉的话呢会比较显眼一点点。那我对于它这个小腿前方这一带的造型我是比较喜欢的啊，增加了蛮大的一个立体感。然后这个胸口的这个蓝色玻璃也是很漂亮，但是这个柠檬黄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玩具呢最大最不利的一个点了啊。要不然的话呢，其实综合表现来说呢还不算太差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具了。因为毕竟 VRJack 那个模具呢，我是比较喜欢把玩的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玩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腰部的话是会要旋转180度。旋转180度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一块部件啊往上面推上来，然后呢这个部件呢稍微利用一个双动关节一样推上来，这个部件推上这里，双动关节推上，然后的话呢一样啊，从车子的一个侧边这里转过来到前方这里也是一样，从这个地方推过去转过来，然后呢两侧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好，合并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上半部呢做一个翻折，翻折过来啊，不对，先把这里说错了，这块部件，这块部件往前面翻下来，翻下来的时候呢，它一个内部的话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银色的凸，两侧都有，然后要扣进这两个洞，这里这两个洞啊，是这个正方形的洞啊，不是圆形的洞。哎，镜头麻烦你对准一下啊，不要听到洞了你就自动打马赛克，并不需要啊，请你看清楚再说。这个好，我们把它给扣进去啊，这里哎，往前推一下，压进来。好的，把这块部件呢给扣进去啊，因为它这个地方你只能盲扣啊，因为你是看不到，实际上你是看不到那个洞的啊，所以你真的只能凭感觉去涂入，对不对？然后呢再把上半身这个地方给旋转过来 OK。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一样将它翻转到前方，这个进气口应该是在前方。那么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千斤顶的话是直接往上面推，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呢是还要翻转180度，就是要翻折这样过来，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下推，跟这个千斤顶是这个地方是反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往内折，再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这个地方抠过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凸，黑色这里是有个凹，把它给抠进去。好，另外一侧的变法呢也是一样的，先把它转过来，轮胎转到侧边往下搓下来啊，挨着这个形状呢去密合就行了，再把拳头收进去转过来，因为它的手肘只有这个地方能转啊，你要转其他地方呢也是转不了的啊，它只有一个转法，所以呢按照这个形象呢去做一个推移的话呢就基本上可以变形到位了啊。我们就最后稍微严丝合缝的去把它给对准一下，官方的模具的话呢啊这种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的这一款这个飞毛腿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而且呢这个武器的话呢已经直接的，你要说它的武器可以一体变形呢 OK 也行吧啊。那这个我们的话呢就也迅速的呢将这一款这个千斤顶的话也完成一个变形好了，这个地方翻进去，然后呢手臂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推过来，那它的话是多了一个步骤，把这里翻上来到这边侧面，这里也是一样的，推过去先把这个推出来到这里。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再来呢一样的把胸口的盖板一样往前面放下来，但是它这个放下来的话呢一样卡扣一样是有的啊，一样是有的，扣下来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啊，一样是一个盲扣的一个感觉，再把上半身旋转180度，将这个肩炮拿下来，头部的话呢给放进去，这个千斤顶这一块扣下来到现在还是很紧，尽管掰了这么多次它还是很紧。那它的一个变法是手臂不用转上去，它是直接的这个往上搓啊，飞毛腿呢是往下面搓，它是往上面搓啊，就这个地方不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轮胎这些部分呢转到侧边啊，这个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难度，都没有特别的难度。我们一会儿的话呢再把它给全部给密合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往上缩上去，轮胎什么的话呢转到侧边来。好的，那这个地方它上下是有一个，先把这里给各位看一下，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啊，还是要记得把它给对准一下，再把它给扣进去。好的，以整个变形的流畅度来说呢，两者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你硬要我选一个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你 Wheel Jack。 OK， 那这个车就是它的一个，两个的话呢就纷纷的都完成了他们的一个车辆形态的一个展示。那哪一个车好看呢？我还是要说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啊 Wheel Jack。 我还是觉得这一款是比较一方面来讲是它的一个各个涂装啊比较丰富一点点，色差也是有，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明显。OK， 车型都是一个跑车形态，非常扁平的一个感觉。那这一款的话也是漂亮，这个更加接近于这个，也不能讲更加接近啊，人家它是兰西亚跑车，它并没有标榜它是兰博基尼。但是这一款这种类似一种鲨鱼头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漂亮，但是它的一个致命伤依然是那个色差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啊。撇开这个不说的话呢，就是可能裂缝也稍微偏大了一点，其实我已经尽量的把它给捏密合了，但它还是有一点，而且整个车型好像稍微偏短了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好像应该是想要再扁一点，再长一点可能会更加的好看吧啊。那底盘收纳的话也算是 OK 吧啊，车尾巴那这个还是一样啊，主要这个玩具的话就是最要命就是这个色差的问题了啊，但是这个车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这个你喜不喜欢的话呢，这个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意见啦，反正我是冲着一个车型呢我还是有爱，然后就做个早一点的一个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色差啊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其他的话呢都是关节松紧度啊什么的话呢好像还在这几次的玩具里头，这一款的一个膝盖至少还是稍微比较正常一点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